各位各位，讲起水上嘅治安呢，我哋都非常惭愧呢。我有阿叔啊，最近由乡下落嚟，我去接佢，佢话唔使。你阿叔系盲噶，佢点嚟啊？佢话听声啊就知啦。如果有人卖老婆饼啊，哇，到咗元朗啊，如果闻到烧鹅味，梗系到咗深井啦。如果听见 BB 声咧，BB 香港啦，冇错啦，细路仔咧识唱啦。一二三四 A B C D 大头绿衣捉人唔到啊吹 B B 吹 B B 捉人唔到啊吹 B B 捉人唔到啊吹 B B B 捉人唔到啊吹 B B 捉人唔到啊吹 B B 各位，唔讲又边有得笑呢，系嘛？啊，算我掂着，我敬大家一杯。算啦，水路一家亲啫嘛，大家自己人无谓嘈啊。你咁牛精噶？唔关你事。做咩啫？我哋翻去啊。喂，点啊？我冇事，横掂都系我敬你噶，三饮同人饮咪一样。走。走我件衫都有飲喎，對唔住，對唔住就唔使。我而家俾兩個選擇你，第一就係講對唔住，第二我唔識講呢句話，我揀第二個。等我找到你就饱了。
此仇不报非君子啊！依一，好彩我记得你个 number， 边个揾到你咧十万七百嘅。依一，边个揾我？咩事？而家冇事啦。